Good morning, Judith. 耶稣哥在下地姊妹，大家嘛，高早，会早起，互咱三甲做我来看，伊在去书三十四章二十六节，我要互因到我山的四围正做福源，我也要叫时候落降落要有福，亲像降临来降。今日这一早起，你拍算要做啥物？我相信应该毋是一个真正大手高大的工具，因为你一旦有真济的计划。 我得到你讲，我实在是唔知道要创啥时阵，安尼你需要一个及时雨来滋润着你，是不是？你家己过去这礼拜中间，你所经历的是啥物？是忧闷，是这个郁卒、忧闷、烦恼吗？那安尼，你嘛需要及时雨，你的活命中间帮助着你。兄弟姊妹，圣经里面甲咱讲，你的日子如何，你的快乐就如何。这段圣经的中间甲咱讲，要有福，亲像甘霖降落，福之字。 圣经的中间伊是用倒数的，意思是啥物？一项要加过一项，上帝要享受予咱福气，毋是干那一项尔尔，伊要将所有要予咱的，会当结连三甲做伙，就亲像一条链仔共款，要一个连过着一个。上帝如果若已经予咱有得救的稳定，伊也要予咱有得胜的稳定，予咱的稳定顶面佫加上稳定，那安尼咱才会当亲像这段圣经中间所讲的福，亲像。 降临的降落，一个要高大的植物，是需要雨水来浇灌的。所以，伫咱诶人生中间，虽然有刺皮，毋过伫刺皮内面，伊原会当开出着花蕊来。伫约伯，咱看见着伊一生的中间，伊伫即个圣经内面甲咱讲，伊真期待，盼望会当看见着光。但是伫即个进程，伊落雨敢白费的吗？约伯想要知影，我相信你我嘛拢总知影。 大雨了后，迄个日头所照的上帝对着云，迄个日头对云内面所展现出来是何等一个新的画面。所以这段圣经讲，我要予因甲我的山四面正做复原的时阵，咱就相信，虽然咱经过流目屎谷，毋过上帝要予伊正做全原的谷，做伙来祈祷。 特别来到你面前，感谢你和我领受的。虽然人生的中间不一定照阮所意愿，但是阮知你所享受的福是一个加上一个，互阮会当温上加温，力上加力的瓦克力来行每一日的行程。感谢你，互耶稣基督圣名祈祷，阿门。亲爱的姊妹，愿上帝赐福你，加你的一家。